妈妈，你看你的头发，我的天哪，你可跟那疯子一样。来，我们洗洗头吧，好几天都没洗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今天我们倒在这个沙发上洗好不好？把头朝后。宝贝，咱今天洗头来用一下这个洗头膏好不好？好。儿童金盏花这个洗头膏，有一个是洗发乳，有一个是一个，这个是洗发乳，这个是润发乳，知道吗？嗯。我们来用一下。我这个洗了以后头发柔柔顺顺的，而且特别，你看你的头发毛毛躁躁的，特别干，是不是？今天来洗一下。哎，我们开始洗了，宝贝，别动哦，千万不要动。笑什么呀？你动一会儿张到后面去，我可不管啊，你仰过去我可不管啊。我们先来一个洗头膏，这个是洗发露，先挤一点。哇，你看里边和水晶一样的。你把我脸扔了。你看这泡沫好丰富啊，你看。好了吗？没有。你看这泡沫，我都挤了这么一点，这个泡沫就这么多，是不是？你看小泡泡，哇。啊。有这么好笑吗？好了吧。等一下啊，妈妈再给你换盆水。妈妈呀，又换了一盆水，我们再涂上那个护花素。又起了。这是护花素，我刚才那是洗头膏。你看。我闭上眼睛。拿护花素再搓一搓，头发太干了。好喽，洗完喽，洗完喽，洗完啦！哇，看头发，哇，好柔顺呀，是不是？玩具吗？玩吧。